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的同事，我是张依婷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，凯迪？今天是2022年的9月15号，礼拜四。对。然后呢，是我们的海底捞终于呢就职，在文会就职第198天。哎，我小心小心小心，我坏掉了。然后呢，他是从2022年的3月1号在这边开始服务的。是。然后主营啊，你们可以站近一点吗？欸、你要不要入镜啊？我觉得你是这样的。你快点讲。口我可能。快点讲。你把相机借给张经理。天哪，大家都出来了，你看。现在是不是应该